小 S 的二女儿 Lily 最近不止到台东参加公益活动，和姐妹们一起创作捐款，日前还拍摄了谷谷的新歌 MV， 献出了演技处女秀。她在 MV 中演出高中生纯纯的爱，一开头就先说了这句：我心跳好快，我觉得我一定爱上他了。在 MV 中 Lily 也大秀可爱的舞技，甚至还有扑倒在男主角身上的画面，让姐姐 Ellie 也忍不住转发画面笑说你要被爸爸杀了。而小 S 也转发 MV 写下 Oh my god， 妈妈也想回到高中，好浪漫哦。底下有网友留言好奇爸爸看到的反应，小 S 笑回说他还没看到。而之前小 S 到韩国时也有重新穿起高中校服，美度跟年轻时完全没差别，因此也有人留言说如果 S 姐跟谷谷一起演好像也没有违和感。不少网友都大赞 Lily 真的很美很有气质，只是这样的爱情故事爸爸还是先不要看好了。